好，我们今天要是介绍这台美捷尔的雷诺车款小车。好，我们来开箱。因为它是特别车款的，所以里面会有一点特别的小细节。然后这个后车厢可以开，好，重头戏又来了，就是这个，它的车窗可以开。那我们今天美捷人特别小车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